们接着再来看啊，我们说欧洲呢，它一直到了什么？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他提出来，大家什么可以直接和上帝沟通，那这个呢对于什么教会呢是一个致命性的，这个组织就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了嘛，对不对？因为那我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啦啊，所以后来什么甚至都发动什么宗教战争。那这中间呢还有什么这个伊斯兰文明不是在历史上比欧洲文明要早什么发展，而且对于人类历史也比较早有贡献，那为什么都没落了呢？我们刚不是也讲欧洲它基本上什么在当时是相对落后的嘛，对不对啊？好，同学注意看啊，欧洲得以翻转上来，到今天你我动不动就要说欧美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甚至我们一定要学习欧美，我们才觉得什么我们的什么影响力才会增加啊，或者说我们才能够推动所谓的现代化的什么发展，对不对啊？那好，那欧洲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转折让它能够翻转上来，把我们儒家文明还有伊斯兰文明踩在脚底下呢？啊，我们来看看，就是什么罗马天主教呢对于整个欧洲的掌控，我们刚才讲个人由马丁路德在思想上的什么挑战，那当然不是只有他一个嘛，还有达尔文教派啊种种其他人嘛，不是只有他一个，只说他的影响是什么大家觉得是比较什么比较大的嘛啊、哦、所以当然总是要介绍几个影响比较大的、啊、对不对啊、哦，好，那这是作为神职人员的一个内部的一个什么挑战啊，对不对啊？因为我们说他是神职人员嘛，他也同样也是神学教授，对不对啊？好，那另外呢，在这个世俗的国家组织里面，对于罗马天主教皇进行非常强烈的挑战的就是什么？当时的英国女王是不是伊丽莎白啊？他什么他执政，他呢当然因为他的婚姻问题，他有他喜欢的人，但是罗马天主教皇非要什么基于政治考量嘛，非要什么罗马天主教影响区的国家的什么国家领导人互相结盟嘛，透过婚姻嘛，对不对？那他拒绝啊。那除此之外呢，他提出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当英国，我的看法，我作为英国的国家领导人，我的主张和罗马天主教皇的主张不同的时候，英国人要听谁的，或者是该听谁的？所以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今天在亚洲有哪一个国家也在提这个问题呀、啊？或者是和什么罗马天主教皇也在什么进行争辩的？有没有？好，这位同学，男同学，你亚洲这边有哪？你不晓得、啊，你也不晓得、啊。你们不可能不知道啊，好，旁边这位同学帮忙一下，看你好像在沉思啊，不晓得。那旁边这位同学呢，就是英国女王当时就提出一个问题嘛，如果我作为国家领导人，我的主张和罗马天主教皇的主张不一样的时候，英国人该相信谁？该听谁的指导？命令啊？那当然，罗马天主教皇说应该听他的、啊。那我作为英国国家领导人，我说的什么英国人都不听，那我是什么？我就有可能被英国人送上断头台呀、啊。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历史上是有国家领导人被送上断头台的嘛，对不对？那先不要说把他送上断头台了。我要建设我这个国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建设啦，因为我讲东你们大家全什么往西跑啦，那我怎么领导这个国家？
对不对？这个问题是对于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讲是非常务实的一个问题嘛，要不然我当这个国家领导人我要干嘛，对不对？我的老百姓都不听我的，都听外国的一个某某人，他说他是上帝的什么使者啊，那你们都去听他的了，那我站这边干什么？同学思考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务实的一个问题嘛？那回应你们的刚才另一个老师提出来一个这个问题呢，今天在亚洲有哪一个国家领导人也在处理这个问题啊？他不希望他国家的老百姓不听他的，去听个什么外国的老百外国的一个什么说他是上帝的使者。亚洲有没有？西藏你不用担心，他早就说是大家都得听他的啦。但是你往这个方向对了，再扩大一点，西藏现在在哪里啊？在海里面还是怎么样？对呀、啊，大陆啊，看到没有？大陆现在就罗马天主教现在就跟大陆在这个竞争，因为罗马天主就是老师刚讲的嘛，教皇他干嘛跑去南韩呢、啊？他巴不得赶快冲进大陆嘛，对不对？只是不让他下来，你就飞过去，对，已经很客气了，让你飞过去就很客气了嘛，对不对？啊，那现在两边还没有办法建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样嘛，就是英国女王当年问的问题，今天中国共产党也在处理这个问题啊。中国人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这个话要先讲清楚，说明白，看到没有？如果要听我的话，这个组织结构是什么样一个形式才是听我的？这就是什么？主教任命权握在谁的手里啊？这个主教大主教是谁任命啊？是你罗马天主教皇任命，我不接受。那他任命呢？罗马天主教皇现在还不愿意让步嘛？看到没有？所以是僵在这个地方。那核心的重点一样嘛，就是英国女王当时问的问题嘛，听你的还是听我的？看到没有？所以当时罗马天主教皇铺天盖地的追杀英国女王嘛，看到没有？哦，所以什么？英国女王当时为了保命嘛，不被送上断头台啊，对不对？所以什么？她不得不将国内的一些权力和资源分享给她国内的什么贵族，还有什么？陆陆续续他也松绑，让什么他们国家的老百姓可以自己，因为我本身我就挑战罗马天主教皇啦，所以我的老百姓不接受罗马天主教皇的告诫或怎么样，我也没有要怎么处理，所以英国人开始思想解放，看到没有？然后陆陆续续什么开始懂得什么做贸易，出街的贸易行为，出街的资本主义，这些陆陆续续开始，老师只说出街哦，没有说很进化哦，那个时候只是出街嘛，啊，好，那英国女王为了要大家支持她跟罗马天主教皇对抗，所以她释出权力给贵族，还有比较什么，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啊，那当时那个时候只是出街的啊，老师一直强调他刚发展，刚有这个机会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发展出我们说英国本身是什么议会民主的老牌国家嘛，这就是权力的分配啊，对不对？我如果不释出的话，贵族也不可能帮我去对抗罗马天主教皇嘛，因为同学注意看，罗马天主教皇是真的派人来杀他，懂老师的意思吧？所以有人要为帮你抵抗啊，啊，所以发展出来近代的议会民主嘛。所以同学有没有注意到，英国议会它的上议院就是贵族院嘛，就是贵族出身啊，对不对？就是当时的妥协啊，我把我手中的权力分一部分给你，那你们我交换的是什么？你们要帮我对抗什么罗马天主教皇对我的追杀呀，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近代议会民主这样陆陆续续这样子什么，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宗教和宗教界和世俗界的一个权力的什么分配，或者是斗争，或者是抢夺嘛，
特别注意啊，权力的分配是走到今天，经历过中外多少次的战争，死了多少人，才算不得不妥协。如果能够在谈判桌上都能够处理好的话，那这个境界就太高了。董老师的意思吧，以前都是通过打的嘛，对不对？而且死的人是越来越多嘛，对不对？最多的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对不对？大家才什么痛定思痛啊，对不对？才懂得什么哦，如果能够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那这个真的是人类太伟大的进步了。董老师的意思吗？在处理权力安排上面啊。好，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好，我们说欧洲的文明呢，在这个背景之下啊，同学注意看，他在英国这种努力之下呢，让什么宗教和政治开始在英国这个地方很具体的开始什么分开啊？那但所以同学看到没有？英国今天什么？它就是英国国教嘛。主教谁任命啊？当然他这里面自己一个体系嘛。那主教和女王今天又是女王嘛，对不对？他们彼此之间什么是要取得，尽量想办法取得一个和谐的关系。但是你宗教界呢就不能够再什么干涉我的什么王位继承，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权力上权力人物的什么职务的安排，我们就透过选举啦，看到没有啊？那但是同学注意看哦，不是全然的完全的摆脱。举例来讲，这个查理王子能不能够当英国国王啊？他离婚了嘛？不是离婚了，他娶了一个什么卡蜜拉，对不对？离婚妇女嘛，对不对？那之前你跟人家搞婚外情搞了这么多年，对不对？教会英国国教，即便他对于到底是不是查理王子继位，或者是这个威廉王子继位呢，他基本上现在没有所谓的政治权力跳下去影响。但是在道德层面呢，举例来讲，你这个查理王子胡搞瞎搞，对不对啊？你搞婚外情搞这么多年，然后你又娶了个什么离婚的，对不对？这个不清不楚啊。我英国国教，我可以什么，我在道德上我可以说我觉得你不适任英国国王，但是我没有实际的权利像以前那样跳下去什么不准你当英国国王，董老师的意思吧。啊，所以同学看到没有，他们的影响力还是有的，只是说现在把它放在品德操守这一边了啊，但是还是有啊。好，那我们说英国当时在这种情况之下翻转了以后呢，把宗教的影响力稍微就等于说往教堂里面，你就回到教堂里面吧，哦，你不要再跑出来了。你回到教堂里面的情况之下呢，我这边就开始什么，英国，因为英国女王她必须回馈给国内支持她的人嘛，对不对？所以奠定确立了什么王位的继承要百姓的支持嘛，看到没有？那这个百姓里面当然包括贵族，也包括平民，还有当时的一些不同的阶级，但是集中在贵族和平民。平民不是穷包蛋的那个平哦，啊，是这个公民啊，这种层次的啊，需要他们的支持啊。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那当然，所以同学看到没有？今天英国苏格兰要公投，是不是要独立？英国皇室也很紧张啊。看到没有？因为他要独立，意味着他也不支持你这个皇室啊，对不对？所以他才要走啊。看到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是为了和宗教界对抗，得到了全民的支持，所以英国皇室的地位才能够巩固啊，对不对啊？那和我们这一堂课有关联的就是什么？大家的什么？因为要跟教皇对抗啊，所以在英国呢，大家思想松绑了嘛。我要发展啊，所以我自己可以动脑筋啦，不用再听教会的
要我这个怎么思考问题啦，对不对啊？所以陆陆续续我们说出街的在生意做产业方面呢，资本主义的概念呢，市场的概念，然后什么自由贸易的概念，哎，从小规模小范围内开始陆陆续续发展起来，甚至什么后来当然大家所熟知的瓦特的蒸汽机，对不对？这些一系列的科技上的突破啊，使得英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国家的财力爆炸式的成长嘛，对不对？那和我们这堂课有关联的就是什么？同学注意看，我们说英国，它不仅是英国，后来的欧洲这些什么，英国是它什么，它和罗马天主教分裂嘛，对不对？那好，再加上马丁路德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倡什么，我们要什么直接和上帝沟通，所以不仅英国，后来德国啊什么荷兰啊什么比利时，所以同学注意看啊，我们欧洲今天大概这样子粗略分为两类，跟随着什么宗教改革进行所谓的什么和宗教界在一定程度上的切割，老师只敢讲一定程度的哦，没，当时没有百分之百切割哦，就是说一定程度上和罗马天主教切割，然后成立另外什么新教，就是我们台湾通常把它翻作基督教，其实这两个加起来也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Christianity啊，基督文明，但是细分的话，同学看到没有？这本身的英文也不一样啊。那但是和我们这一堂课有关联的呢，其实同学注意看，后来我们今天说老牌的工业革命的国家呢，工业国家呢，其实你们注意看，全是什么和罗马天主教保持一定距离的什么新教国家。所以为什么老师说，你们注意看波兰啊什么这些东欧很多国家，它不是说很差，但是它的天主教教徒人数很多，意味着什么？天主教对于他们的影响力很大，所以他们接受工业革命这种思潮的影响，进而全力发展工业的这个时间点是比较晚的。王老师的意思吗？不是说他完全没有，是时间点比较慢啦，所以你什么到今天为止，为什么东欧跟西欧比起来，东欧国家工业化的进程比西欧慢，所以造成你什么相对的什么落后啊？看到没有？我们说人类近代发展史从工业革命以后，它就是一个科技突破史嘛。这就是老师一开始讲说，为什么手机不是我们发明的嘛？懂老师的意思吗？因为它这个和生活是结合的，我有这个需求啊，对不对？我因为同学注意看啊，工业革命当时老师说瓦特的蒸汽机是第一波嘛，第二波引领带头的就德国什么汽车嘛，对不对？所以德国是不是汽车到今天都还是什么大家国际公认的还是真的最好的嘛？那当然不是说别国的汽车都很差，不是，而是当时它透过汽车业的突破啊，引领了什么人类什么空间距离的什么缩小啊，看到没有？那今天你们使用的什么，你我使用的网络，刚才的 Gmail 说方便方便方便，的确方便啊，让人类的距离什么又比上一波更拉近啦，对不对？这个网络科技使得你我的距离，举例来讲，你今天什么你在德国或者说你在法国，我们照样什么透过 Gmail 或者是视讯或者是手机什么的什么，那这个那就等于说完全没有阻碍了，就等于说零距离了嘛，对不对？所以这种一波接一波的突破都是他们在带头的，看到没有？那他们又是指谁呢？下面基督教什么信徒比较多的国家，这就是今天西欧的这些大家所熟知的
富裕的，当然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嘛，那荷兰啊、比利时啊、德国啊，对不对？啊，请同学注意看哦，法国。法国给大家一种感觉，是不是好像就是出门之前哇猛喷香水？但是法国也有相当先进的科技啊，对不对？但是总给大家一种感觉，好像什么，它的高科技的项目好像相对少几项的感觉感受嘛，对不对？其实同学注意看，法国的天主教徒人口数也是不少哦。啊，所以老师建议大家，当然我们粗略分这两大类了啊，这是跟它的历史发展背景有关联啊。那所以同学注意看到没有？这就是今天我们说乌克兰，还有一些东欧国家，他要想要加入欧盟，啊，但是呢，为什么叫他们之前要做各种制度上的调整？啊，就是因为从西欧这些老牌工业革命国家的发源的这些国家呢的眼中来看呢。你们这边呢真的比我们落后很多嘛，对不对？因为你们起步比我们慢，当然你后来的历史上的坎坷使得你也没有机会追上这个工业革命嘛，对不对啊？所以到今天你持续落后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是怎么样合作才能够改善呢、啊，看到没有啊？因为同学注意看，这就是老师讲的，科技之前要有人文，这个人文涵盖的非常广哦。举来讲，政府的政治体制，因为我们刚才特别有提到啊，英国女王是什么？为了对抗罗马天主教，对不对？她阴错阳差的，或者是说无意之中形成了什么近代的议会民主体制啊？同学有没有注意到？那我们今天呢？在欧洲以外，或者是欧洲有一些国家发展到，哎，好像议会民主体制里面，在野党好像是专门负责什么杯葛执政党，对不对？这好像我们大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同学有没有注意到，英国当时的什么议会里面的贵族，是和女王的利益是一致的，对抗什么？罗马天主教皇，对不对？然后呢，光对抗哦，好累啊，那万一脑袋掉了不划算啊，所以是不是也还要有一点别的诱因嘛，对不对？我才愿意跟你在一起啊，要不然老师不是讲吗，欧洲历史上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个什么国王被送上断头台啦，对不对？所以同学不要以为国家领导人必然会被老百姓服从或支持啊，对不对？我把你送上断头台啊，对不对？哦，所以同学注意看，当时好，那怎么样分摊利益呢？我支持你，我有什么好处啊？我支持你的英国女王，我万一你没有给我好处，那罗马天主教皇也派人来杀我，那我不是亏大本了啊？我也可能被杀，对不对？哦，所以同学注意到，这就是我们说的英国当时他的议会跟女王代表行政体系嘛。议会代表立法体系嘛，对不对？立法和行政是密切合作的哦。那这个合作在第一目标是什么？对抗罗马天主教皇。那更重要的目标呢？同学注意看啊，老师刚刚是不是提到，人类进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就是一个科技突破史嘛，对不对？那科技大量科技的突破造成我们刚才讲哦，蒸汽机，然后一直到今天的汽车网络，那同学有没有注意到，甚至到今天的网络那是更吓人啊，这大家所熟知或者说你们都已经在操作的网络的购物啊，所谓的电子商务啊，对不对？那个可以在全球让你购物嘛，你人都不必出国啊，对不对？那全就等于是什么？全球的物资的一个什么重新分配啊？那当然，分配的一个前提你要付钱嘛，对不对？那但是更前提就是要有这个网络科技的突破啊，对不对？啊、哦，所以同学注意看，那当时同学注意看，瓦特的蒸汽机发明了以后，同学注意看哦，不仅英国。所有的老师刚讲的
这些工业革命的老牌国家，同学你们注意看哦，他们都是缺少原料的国家，他们都没什么原料，然后也都是小国。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老师刚讲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德国，这个领土面积一个赛一个小，对不对？一个比一个小吧，领土面积小，没有什么天然资源，他们有的是当时的人力资源还有科技，对不对？但是没有原料。然后后端，因为我工业革命这个燃料这个科技的突破还有能源上的突破，使得什么，只要一启动机械生产，必然是大量生产嘛，对不对？不可能是小量的。那你大量生产，接下来什么，你必然需要庞大的市场啊，对不对？不能生产完了关在自己家的什么后院里面啊，对不对？好，那你要有庞大的市场，那刚巧这些老牌的国家呢，人口又少，你每天猛吃猛喝都用不完嘛，对不对？所以什么，显现在女王和贵族，也就是说行政和立法这两个制度面的合作，在国外什么抢夺资源，掌控市场，这就是后来我们发展出来的什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被殖民，看到没有？因为什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那你那时候连什么工业革命你都沾不上边，所以你基本上还是以农业为主嘛。那但是刚巧你这边有一大堆好东西，你自己都还不知道。哎，我知道，因为我有这个科技，我知道啊。你还是大笨蛋啊，你还不晓得这个该怎么弄啊，你甚至不晓得有这个东西啊，对不对？所以你这边有原料，哎，那你这边一大堆人，意味着什么？我生产出来的东西我要卖给你这些人来用啊，对不对？所以女王代表着行政体系，贵议会这边代表着立法体系，两边合作什么，到国外什么抢夺资源，攻占市场，看到没有？这就是近代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全部沦陷为殖民地啊，不是吗？看到没有？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看到没有？这中间几百年，那这中间谁可以殖民别国，谁被殖民，关键就在于你有没有这个高科技。但是你能够拥有这个高科技呢，你搭配的人文方面一定要能够协助这些高科技的什么发展还有突破嘛，要不然你在家你根本不晓得要有这种突破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牵扯到体制面的调整嘛，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日本明治维新他必然什么翻转，要学习什么欧美的制度嘛，不仅科技啊，我今天学你今天的科技。所以同学看到没有，网络也不是你日本人发明的，对不对？因为你的体制毕竟还不全然是西方的那一套嘛，对不对？那同样的，日本人的思考逻辑也不是西方式的，虽然横向移植来一些，对不对？所以同学看到没有啊，这我们刚才讲的手机什么这些光纤网络也不是日本发明的，对不对？啊，那当然日本也已经学习了很多嘛，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那当然可以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概日本明治维新可以说是学习什么欧洲的这一套呢，学习的以当时的眼光来看是比较成功的，比较多的嘛，所以他翻转上来什么加入殖民国家的行列，殖民我们亚洲嘛，看到没有啊？这就是我们说近代啊，这整个它的任何变化呢都影响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嘛，对不对啊？好，讲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或你有意见？
听不懂的要问啊，因为我们后面陆陆续续整个欧洲牵扯的这个层面是非常广的，而且它又影响全世界啊，所以一定要注意。你一有不懂要马上问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为什么我们说这边三十年战争、宗教改革，然后什么打了三十年啊？这三十年战争真的就打了三十年哦啊！好，关键就在于什么？当英国还有什么？他有所这个马丁路德呢，他挑战罗马天主教皇，对不对？是从宗教界内部，从教义上各方面来挑战嘛，对不对啊？好，那这个欧洲呢，的确啊面临很大的冲击，格尔文教派啊什么，大家都在质疑。那罗马天主教皇的反扑，使得什么？我们刚才讲，宗教界和世俗界彼此之间的关系啊起了裂痕嘛。但是老师刚讲，宗教界那时候实力还是很坚强的，对不对啊？那好不容易把他什么，只是请回教堂，但是没有能力把它消灭啊。那这个在当时已经很了不起的一大进步嘛。那现在问题来了，把罗马天主教皇的影响力请回教堂了以后呢，那剩下来以前我们欧洲国家都是什么，罗马天主教皇来做仲裁嘛，很多事情皇位继承、婚姻什么都是他说了算。那现在什么，这一个回到教堂里了以后，那我们欧洲这些问题是我们自己解决还是怎么样啊？我们就是不是就全然是世俗的政府啦，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好，每一个国家不管是女王也好、国王也好，都变成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啦。那这个时候国与国之间就要竞争啦，对不对？我们要生存，我们要竞争啊，是大家都想在变成欧洲的老大嘛，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跟我们这一堂课有关联的。我们说欧洲今天要谈合作，其实从古到今，欧洲历史上早期大家所熟知亚历山大大帝，近代后期的什么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希特勒，其实他们都想做一件事，那就是秦始皇在中国做的事嘛，一统天下呀，我要一统天下。那但是对不起，他就是统不了啊。所以同学看到没有，罗马天主教皇退回什么，或不是退回了，被挤回去了以后呢，接下来呢每一个国家都想什么，一统欧洲啊，看到没有？但是始终没有办法出现一个像中国的秦始皇，他可以什么一统江山呢啊。同学切记啊，不要以为欧洲人不想，欧洲人也想啊。但是历史上什么，当时打了三十年战争，到今天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其实背后归根结底都在竞争这一件事嘛，谁一统欧洲嘛。那当然两次世界大战有更高层的诉求嘛，谁可以掌握这个世界嘛，从欧洲跨出世界啊，看到没有啊？所以当时什么，同学看到没有啊？三十年打了三十年呢，当时什么好不容易打出来一个情况，就是什么，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决定自己内部的事务，还有对外呢也只有单一的一个代表权啊，这就所谓的主权国家的概念产生了啊。那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啊？他们打了三十年，打的就是这个，打出的结果就是主权国家嘛。每一个国家对内，英国举来讲，英国女王对内她是掌控国家的一切，对外呢所有的外国也只能跟英国女王签国际协定啊，和英国女王打交道，跟别人打交道签出来的东西不算。对内对外唯一的不可分割的，那和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啊？
不用想得太难。我们今天在主权这方面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况啊？或者是说我们会面临到这个情况，就是因为什么？1648年之后，这个变成全世界的主流规范。今天之所以要处理两岸关系，就是什么？其实我们以前没有这个概念，东方国家以前没有这个概念的嘛，对不对？但是在欧洲这边打出了这个主权概念，随着工业革命的什么突破，欧洲的主流价值什么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变成主流的规范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主权，每一个国家只能享有单一主权，你不能说我有两个或我有三个、四个、五个，没这回事啊。那同样的，其实同学注意看，俄罗斯今天对付乌克兰也是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大家争的就是什么，那这个主权谁来行使啊，对不对？那今天两岸关系其实就是什么，受制于欧洲这个主流价值啊，这个主流规范啊。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主权，不能拆开的，对内对外都只有一个啊。所以当以前呢，大陆是共党国家，没有对外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承认我们代表中国嘛，那现在他们承认什么？是大陆啊，不承认我们啦、啊、大陆代表整个中国，所以他不可能再跑来跟我们签订什么国际协定啦，对不对啊？然后什么也都不跟我们讨论了嘛，以前是都跟我们讨论，现在是都跟大陆讨论啦，看到没有？那这个是概念哪来的？就是这边来的。其实同学注意看，不仅我们，以前大概东方国家基本上也只有家族概念，没什么国族概念，更别讲什么主权国家，没有嘛，大家都是家族宗亲，对不对啊？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好，我们今天讨论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